人世间，终日奔波苦，一刻不得闲。既然不实现，难免有杂念，道义放两旁，利字摆中间。多少难见了，向谁去喊冤？问你何时曾看见，这世界为了人们改变？有了梦寐以求的容颜，是否就算是拥有春天？这世界为了人们改变，有了梦寐以求的容颜，是否就算是拥有？